常曼妙，也是让你目不转睛的精彩演出。第一首是花好月圆，百花迎春，被百花包围的小姑娘们，时而羞怯，时而快乐跳舞，在花园里轻跑玩耍，似乎预告着我们今年2020的冬天即将过去，我们要一起迎接2021的春天哦。让我们热情掌声欢迎东方艺术团的演出，欢迎，谢谢。